好，今天是我们山货食堂的这一天，我来到了。刚刚在门口遇到一个粉丝又送了一大袋水果，非常感谢。然后我们今天要熬奶茶，送饭团，还有跟我们的和韵大师搞翻滚的三位作者一起，他们好像是到了。绿茶可以，大家非常喜欢。好，是这样的。
是我要当天子。你也成了羊蝎子。对。咱们这叫冻干，颗粒冻干，这个颗粒越大等于越高，这是水溶，知道吗？要不这可以做了，还做了那可以，小条条是吧？香，可以了吧？我要喝冰咖啡啊。这个经理也很厉害啊！你赶紧帮他拍照，太厉害！行，等于你找钱了。哇，感觉人好多。经过一上午的非常有趣而且热闹的互动之后，看我们下午排的。美食真的是太吸引人了，我们的商货食堂今天爆满。我觉得我没有出去啊，但是我觉得在整个各种展位当中，我们是很火的。来，下午继续。特别特别忙碌的时候，我又遇见几个粉丝了，又要送到礼物了。今天是普洱茶，我们的摊位非常的热闹，然后快接近尾声了，我们观众们也快走完了。这期间呢，因为我昨天不是录了好多好多的章嘛，所以让娜娜去给我对的奖。这是一个什么？是个孙悟空。兄弟，看来怎么挥了手啊，或者比个剑？好，咱们